四十九块啊，朋友啊，咱来吃看卖。哇塞！好软啊！土豪在吃，你不要让大家误会。209块，看着挺好的。喷火，麻辣加雪都没有这个辣。从盒子上的外观是差不多的，对，蛮像。有一次 Mina 晚上她吃了一根，我没有吃。就她睡觉的时候，她就在我面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， 我是 Nina。上次我们发了那部家乐福的超市冷冻美食之后，很多网友留言想要看我们开全联的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就是又去逛了逛，我们又选了十样，十样有到十样，有到十样啊，对，选了十样，试试看。对，第一个是这个麻辣鸭血。尤其是 Nina 有时候说啊，老公我想吃个鸭血，我想说时间我去哪里买鸭血？半夜的时候，对对对。然后刚好我们去逛的时候就看到这个。打开就有一股麻的味儿 啊，麻辣的味儿，闻得到一点味道。800克哎，它800克99块，很便宜吧？800克，水滚1分钟就好啦。来吧来吧来吧，鸭血分量挺多，好不好吃不知道。你试试，你先尝。也尝太久了吧，我在感受。差点。真的假的？差点，我对它挺期待的呢。鸭血的 Q 度还可以，但是它的汤汁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吃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我试试啊。卡到牙套了，第一感觉就是咸，没有别的味儿，姜味蘸点啊。对对对，我感觉不会回购。我感觉我可能会吗？我感觉我不会啊，后边后劲有点辣上来了。我可能只给5分，我再试试。不是说吃不了，吃还是可以的，它就是汤汁的味道没有那么，还是辣。吃多了肯定是会有辣的感觉，就一般吧。我优势就是量大，加热方便，口味一般，5分。我觉得可以到7分，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想吃，我可能还会，因为它毕竟便宜嘛，解解那个馋。我给你买好吃的，又便宜，我给你花贵一点买好吃的，我也可以吃的比较舒服一点。行行行，就趁着这个辣劲，我们买了一个藜麦毛豆凉拌菜，看起来可以，就长这样的。然后它刚好打折38块钱。这个可以啊。毛豆可以买。毛豆我给9分。我觉得可以给到10分，这挺好吃的。挺好吃的。它上面写去馋解腻清爽，真的是解腻。对对对对对。吃这个辣的，吃这毛豆刚好。这个可以买，这个挺好吃的。这道菜的正确吃法是这样，先吃一口毛豆，再嚼一口鸭血。那样就不会凸显出这个鸭血的咸。对对对，有点太咸了，反正我也吃不下了。下一个就是这个十三香拌鸡，拌鸡啊，是一半鸡的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半只鸡，半只鸡，是半只鸡吧？半只鸡没有八，半只鸡。它是去年11月制造的，哦，是去年，已经放那么久啊，是一只老鸡了，老鸡，老鸡没事，你看着图是不是很诱人？跑出来看它是不是这个样啊？行，做个测评。它长得不一样啊，人家那是烤熟了的，这是生的哦。我以为它是熟的呢，结果它是腌好的。我们用气炸锅给它炸一下，它需要50分钟的时间。炸这么久呀？哎呦，颜色出来了啊！再25分钟。好，烤鸡儿，哇，好像有那么样啊？对，很像啊。用高温再看它表皮能不能酥脆一点。哎呦，有不一样吗？好像有更焦焦皮的感觉哦。这个成品看起来，从盒子上的外观是差不多的。对，蛮像的。这还有3根鸡毛，这不要。哇、，juicy 哦。看着有点干。不干不干，它干吗？就看这水分那么多，你看，近看那汤汁。哦，有。不干了、啊。不干不干了。这一块又是宵夜场，如果你是半夜看到的，对不起。哇塞，又是这鸡啊！哇，丁丁冒烟，你看，这就跟便当里边的一个鸡腿大小一样哎、差不多。老婆先吃啊，吃不完我再吃。哎呀，我感觉这鸡皮好吃吗？不辣，有入味，肉嫩。这鸡皮整个就脱离下来了，烫了。有没有入味？口味是好的。哇，
我们现在在停留在这个评分的阶段了、哦、啊，对，还在品评当中啊。烤完跟盒子上一样，没有骗人啊，对啊，一模一样。嗯，腌制的非常的入味，包含里面的这个鸡肉白白的地方都入味，汤汁是保留在这个鸡肉里面，没有过柴。啊，是是是是、嗯、因为我们把它表皮烤的比较干一点，嗯，所以吃起来有一个脆脆的香味，皮是脆的。如果你们家有气炸锅烤箱，这个鸡是可以买的。嗯，它、嗯、鸡胸超嫩的，鸡胸沾它这个流出来的汤汁挺不赖的，汤汁就是它的酱料酱汁腌的。好吃啊，我找不到我不喜欢它的点呢。啊，我知道缺点了，我要给它扣一分，就那三根鸡毛吧。好吧，我就打九分了，九分。九分。嗯，咬一口，零点。嗯，无枣味奶茶。高渣的零点。高渣味。高渣味零点。我挺爱拎，而且这个很便宜，30块钱、嗯、而且它用的是纯鲜奶。不能再透露你们在哪里了。下一样，这个战斧猪排，战斧猪排，香草战斧猪排，这个189块。这是哪儿的猪啊？台湾猪，台湾哎，猪咋说呀？低呀、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低。低、啊。低哥。低低白。低低低白。猪排啊。啊、低哥是色狼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低咖。猪脚。啊，对。还有什么？低低赛。关于低，我知道的那些事情。哇，挺大的，看着倒是也不小，两大片，刚好一大一小，你吃这大的，我吃这小的，这个要咋吃啊？关火油煎2-3分钟。好漂亮，哦，有食欲的，这样看着啊。再翻面2分钟，盖锅盖，熄火焖3分钟。哇塞，战斧猪排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对不住啦，哎，我们又在吃好吃的东西了、哎。对对对，但是这个非常容易取得，大家去全联都可以找得到的。好切吗？好切，哦，挺嫩的。按照人家的做法，它这个看起来没有过老。来吧，你先试一个。好软啊！哦，好嫩啊！嗯。我看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，很嫩嘞，哇，我不会，一点都不老。我好着急呀、啊，你都开始吃了。那我帮你切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剪刀也可以的。那么大块，你咬得动呗？啊、哦，我帮你切，帮你切。没办法，我们家只有一副刀叉，因为平时实在不太常吃这种东西。啊、嗯，这样大小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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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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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吃一起吃。锵，太嫩了。就是说按照那个盒子上的做法，那个战斧猪的这个肉汁完全保留在这个猪肉里面、嗯、吃起来是很 juicy 的，嗯，新香料的味道都刚好在一个很好的平衡上面。我自己的口味来说，它里边不知道加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我稍微觉得有点重了。我感觉是一个香料的感觉，哦，那有一点辣椒粉的感觉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那战斧的部分、嗯、但是骨头很少，都是肉啊，是骨头，只有这么一小点点，这块是骨头，剩下大片全是肉。 这块带点肥肥的，这块哇、哦、超级好吃啊，才189，189两个人呢，一个人才95块，但是 CP 值很高。我觉得我可以给他9分，9分，嗯，你也给9分，锵锵，意大利面。我为什么拿这个？因为这个真的超级便宜，这个只有49块。49，就是只有面2块培根，只有这么点培根呢、啊？49块啊，朋友啊，咱来吃看麦啊。说不定味儿挺好吃的。意大利面有台语吗？一大粒面。一大粒面啊，真的假的？一大粒面。一大粒面啊，意大利面。真的呀？啊，一大粒面。这么好笑，一大粒面。一大粒面，去看麦，一大粒面啊。嗯。我觉得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嗯，奶香味不错，光这个面跟这个调味是可以的，嗯，嗯，真的49这样我觉得可以啊，嗯，嗯，你只喜欢吃面，不喜欢吃，你等我吃完了，呵，你讲吧。如果你只喜欢吃面，不喜欢有的没的太多了，我可以吃掉，那个啥料都没有，那培根这样，很珍贵的，嗯，哇，这培根的香气，然后就可以吃好几口面这样。你讲话怎么那么好笑啊？就这个。嗯。哎呦，我这胃有点疼了，真的岔气儿了。还流鼻水了。不需要告诉观众，这块一吸气儿就有点痛。看看不用，的哥。是
49的价值做到这样是值得给10分。嗯，但是如果你要跟很高级的啥什么比啊，肯定是还差很多东西。嗯，下一道吃的比较豪华一点。比较豪华？豪华什么豪华的？土豪在吃的。你不要让大家误会。209块，去骨醉鸡腿。去骨醉鸡腿啊！我们上一次拍了一个什么，在家乐福买了一个醉鸡，超难吃。下面就有粉丝给我们留言，醉鸡要吃全年的什么？对，全年的超好吃。这个应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吃啊？他说要切片，我要到厨房处理一下。飞行员不能吃的醉鸡啊？醉鸡为啥呀？没有啦，它就是一个谐音嘛，醉鸡。不吉利的感觉。飞机上应该是不能出现这一段。应该是。拍的，我知道。打开以后。解宽之，不要浪费。怎么结块了？哦，太久没打。看着是还行哈。你们餐厅都这样。你们啥餐厅的呀？你们家餐厅都这样。我们现在是半夜12:30。看着挺好的啊，蛮猪细猪细的哈。嗯。那好吃多哎，虽然是醉鸡啊，没什么酒味，鸡肉鲜甜，肉不柴，鸡皮冰冰凉凉 ，QQ 的。你咋这么会讲啊？我啥都不会讲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咱这讲评要真实啊，吃到什么说什么。我觉得它那个鸡肉很鲜，吃到后面有一个香香的那种感觉，我真的不会讲，但是就是挺好吃的。网友推荐的真的没有错哦，真的是。这个可以给10分，可是它有点贵，我觉得。哦，给9分。下一个芋头千层派，现在好像是什么全年的芋头季、哦、啊？对，我们、哦、所以它芋头的甜点很多很多。这个是89块，价钱中等吧，不算贵也不算便宜。千层派，因为我们是蛮喜欢吃 芋头的东西的。对，我给你准备工具了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就是嘴，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哦。侧面是这样。还有2层芋泥啊，上面还有一层哦，3层，对，3层芋泥。嗯，嗯，好吃。作为饭后甜点，非常适合。嘟嘟喝，嗯，黏啊，芋泥蛮多的。对对对，偏甜，我自己觉得稍微偏甜。还可以，芋头好像不甜就不好吃了。哦，也是，嗯，我觉得可以给到8.5分。以这个价钱来说，一个相当于45块，9分可以。好了，我们换下一样吧。哦，对，我先跟大家说，我们这次开箱的不是一天吃完的，我们也不傻，第一天也吃不了那么多呀。所以我们这次10样商品，我们是分3次3波啊，对对对，分三次拍的。那、现在进入到最后一组了啊，我选的炒年糕，它里面有应该是有2种口味，炸酱面的和那个辣的。辣味炒马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炒妈是什么？韩文啊，炒妈、啊，有可能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炸酱，炸酱面，这时候你的腋下就会长出一只小狗来。如果你有食物的话，腋下就会长出一只小狗，这是哦，你看你看。哦，它是这样的，好少哦。哦，这多少钱来着？139，对，它有2包酱、哦，一点点鱼板片，跟它很像很薄的黑轮，然后剩下就是年糕。这样139，感觉吃啊，如果口味好，贵一点可能就还好吧。哦，可能啊、就是吃个味儿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现在把它分成2份，然后我们就分别试一下这两个口味了。看起来太空虚了，高腰。这应该是锅子太大，所以煮这个你要用小锅一点，不然就看起来好像不知道在吃个啥。什么？来哦，下酱喽，酱喽！哎呦，我也惊惊了。哇，不是很美观的，有泡面的味道。哦，啊，是吧？这也没啥，就是加热拌一拌的，空虚的一盘。气跨麦，我俩今天录一下这个夹起来。哎，你试了已经。这是什么脸？什么味道啊？真的还不如那个49的意大利面。年糕本身是 OK 的，是 QQ 的。再吃一下这个鱼板，鱼板就比较软啊，一般吧。它也不是难吃啊，它就是厚很。5分吧。我觉得6分吧，我给6分了。嗯，来吃一下它辣的，辣的颜色看起来好看一点。还不错哦。哎，有点辣哎。嗯，甜辣甜辣的，好辣。辣的可能比那个炸酱的还有一点。还有一点感受，你别吃了，太辣了。
喷火，麻辣加雪都没有这个辣。我是可以吃一点小辣，妮娜是比我还不能吃辣。不过我本来也知道韩式的会有点辣，那有的时候就想吃这么一口辣的。辣的还可以，我可以给到7分，比刚刚多2分。不管是辣的还是那啥的，就还是6分吧，就是走走。肉燥玉千糕，看起来好像很高级的感觉。肉燥玉千糕，看图就很像，有点像是米糕那样的形状。建议售价是99，可是我们买是买89，用电锅蒸一下或微波都可以。玉千糕，欧腔贵，欧腔贵，欧腔贵，不贵啊，才89而已呢。欧腔，哎呀，小狗子，搓高啊腔啊，搓狗腔，把咪搓一搓，放电锅，上面都是芋头，嗯。我还第一次看到芋头弄成这种丝儿丝儿的那种、哦。芋头蛮多的啊、哦，它没有米饭呐、啊。没有哎，我以为会有米饭。芋头做的。89，不要买那个什么年糕，89欧啊。这挺好吃的、你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油饭那种感觉，但是它就是它没有油饭在里面。它是肉燥铺了上面一层，好像还有洋葱的感觉。红葱头啊，油葱酥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很香。很好吃哎。挺好，这个可以买。我给9分。9分。9分。可以。最后一样，金果榴莲雪糕，这个就是妮娜有加入那超市的社团，然后呢，看到有人去全联呢一次买10盒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这东西有那么好吃吗？榴莲我们吃过，但冰有没有像真的榴莲那么好吃？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啊，然后我们就一下给他们带回来4盒，买4盒，已经吃完了。这是这次去全联我们又买的第5盒，想要可以那个介绍给观众，这真的超好吃，唯一的缺点就是，打开之后呢，会有一股很浓的瓦斯味，所以如果你们家有人不喜欢吃榴莲的，你千万不要在家打开那个东西。就是那种哦，如果很讨厌榴莲，那种。你都打开了吗？来，拿这个吧。就是很臭，就反正喜欢榴莲的，它就是跟那个水果那个味道没什么两样。它很好咬，很绵，吃下去你很像在吃很绵的榴莲。喜欢榴莲的，你吃这个准没错。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冰。有一次妮娜晚上她吃了一根，我没有吃，就她睡觉的时候，她就在我面前，她没有对着我，她就对着空气打了一个嗝，我就闻到一股很像馊水的味道，超臭的，一声，然后我就跑到旁边，我说干，怎么有一股厨余味啊？然后我想，对你吃榴莲冰，我靠，这个东西威力之大，就是如果你想等你的家人，你就在外面还是在家吃个榴莲冰。你想打嗝的时候，你走到他旁边，那个嗝一打，他会吐出来的。要吃就是得两个人一起吃，那打嗝才会不会嫌弃，还可以互相伤害。对，那还要打分吗？对，那我们是10分啊，我们10分满分。你口红都被你吃掉了，不然被你吃掉。哇。